很多人都说放下放下，我也想放下，可是就是放不下来。这个可能要过一段时间，那我自己多努力一下，因为有时候想想真的要放下不简单，而且因为我这个女人实在受了太多的苦了，经过这个一个多月了哈，当然心情该放下的也放下，但是我老婆雅萍她到目前为止还是放不下。其实应该现在正在选举，那很多场合我都必须要去，我可能到这个月底就会开始参加这个选举的活动，但是当然这个心情很多人都说放下放下，我也想放下，可是就是放不下来。这个可能要过一段时间，那我自己多努力一下，因为有时候想想真的要放下不简单，而且因为我这个女人实在受了太多的苦了，但是也好，就不必再受苦了。谢谢各位的关心，谢谢。我其实还好，最近有时候我去了医院好多次，其实都是回诊去拿药，身体还好还好。